好耐冇见啦！今日咁靓咧，会唔会为咗着呢条裙要好努力先得噶？都唔系嘅，呢排我系真系不停练泰拳嘅，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前我有打泰拳比赛嘅，所以呢排都有跑步做 weight， 但系少啲泰拳咯。但系系咯，几靓啊，几靓条裙。呢个系要多谢我 sponsor， 我 sponsor Macherry 系先俾到一个咁靓件裙我。咁你系打泰拳比赛系即系兴趣嚟嘅？是興趣嚟嘅，因為我覺得你成個 life 你一個好短嘅時間，所以我覺得你要任何嘢都要試下嘅，睇下中唔中意。如果中意，咪有興趣繼續做咯，或者唔中意，咪試下下一樣嘢。大家依家係玩到去到比賽嗰個級別。係啊，啱啱比賽完，贏咗第一個 fight， 但今次我係同朋友比賽嘅，所以有啲唔同。但係會即係好傷，我哋都唔驚痛。冇傷過，冇傷過。係啊，我個鼻有扭少少血嘅，但係冇傷過。我好少搭，我成個腳咧，我咁少搭嘅魚，好細啊。但點解會？因為我哋覺得你咁靚咧，好似係唔係咧？點解突然有咁嘅興趣？唔係啊，其實我個人都好點樣講啊？我任何嘢真係想試嘅，跟住我去到一段時間。我翻咗蘇格蘭，我冇咁開心。我覺得我想揾一個遊戲，令到我真係做運動又健康。跟住我咪揾到泰拳，跟住我做咗一次，我覺得哇，我好中意呢個喎，所以咪繼續做咯。